我现在起床了，要去煮面条了。等一下吃点药。我看看，这是网上买的那个面条，这个需要煮一下。还有这个是酱料。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喝这个，淡盐水。等一下烧点水。就是泡一点淡盐水，这个烧水的茶壶很好用，是原来在网上买的，烧得很快。这个现在要洗漱了，还有我的降压药也还没吃，这降压药就喝杯这样淡盐水就要下去煮早点了。我一天不吃早点根本受不了，11点多就开始心里不舒服了，所以每天都要吃早点。把盐挖两勺进去，我在网上看了，说喝淡盐水，就是清肠胃，其实还是有作用的。我这两天喝了，就是，好像便秘都没有了，因为我便秘也是比较严重的，就是不能太咸了，因为本来血压高的人就不能吃太多的盐，只能说有淡淡的一点味道就可以了。我尝一下。刚起床，脸有点肿。不管我是那个休息在家还是上班，我都起得比较早，4点多就醒了，然后实在睡不着了，就现在6点过40多分钟，我就起床了。我这个便秘也好多年了，什么都吃过，药也吃，然后就是平时。蔬菜水果也吃的比较多，但是一直没什么改变。就是医生说，就新陈代谢不好，就是每天就肚子都不舒服。药吃了好多了，从我20多岁的时候到现在，我感觉喝这个盐水还是有点作用的。喝了就是便秘的情况好像有所改善。就是不能喝太多，因为含盐比较重。现在就是淡淡的有一小点味道，喝了这个盐水就要下去煮面条去吃了。这是一包这个兰州拉面，是我同事买的，因为这种面要煮2次，他嫌麻烦，所以就把剩下的都给我了。我上次煮过一包，还是比较味道还是比较好的。就是他说，就是。第一次先把面条，煮出来，捞出来放在碗中，然后再煮第二次，第二次就要加入这些佐料，有这个辣椒，单独的还有一包这个萝卜。现在我要开始烧水了。有这个蔬菜包。辣椒，还有这个，原汤是兰州的，我上次吃了，味道还是合我们的口味。面是这些，因为我看了，再不吃就要过期了，7月份的，放在冰箱里面保质期是8个月，现在都差不多10个月，10月份了，如果常温的是4个月，行，所以就把它煮了。这是新鲜的面条，还是好煮的。现在煮，第一遍，等一下把水倒了再煮第二遍。所以我同事说麻烦，不方便，所以就全部给我了。因为他开始以为只是用水，就像方便面一样烫一下就可以了，泡一下，不知道还要煮2次，因为在那个公司里面也没有那些就是煮面的，在宿舍里面，所以就让我拿回家来。
我看了一下，是要先把水煮沸，然后把这些倒进去熬一下，然后再把汤倒进面条里面就可以了。我还以为是要面条要重新煮一次，没看懂刚才。现在面条已经煮好了，水放多了一点，我还放了一点我自己的那个肉酱，因为看里面没有肉，看着还是比较有食欲的。吃了这个面条，我就要去菜市场转一转，买点菜回来下午做饭了。现在早点吃了，准备剥一点这个毛豆。昨天早上我在菜市场买的3.5元一斤，买了几个辣椒，然后等一下煮饭的时候用那个姜还有辣椒炒一下这个毛豆。我比较喜欢吃毛豆，等一下去菜市场看有没有什么菜再买一点。我准备煮饭了，昨天就吃了一天的米线，今天早上又吃面条，现在准备去菜市场，去超市看一看，超市里的菜比较便宜，菜市场的贵一点，我去对比一下，然后买一点小菜。肉就不买了，肉上次从家里面带了一根香肠过来，肉吃的比较少，就买点小菜就可以了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住的这条街两边都摆满了车，因为这里停车不用钱，别的地方停车要收钱，所以晚上这里车就是停得很满，中间的路就比较窄。现在已经来到菜场了，这里菜太多了，也不知道买什么，我准备买一颗大白菜就可以了。买一点干辣椒去炒白菜。买点这种辣椒。买一小点辣椒。哎呦，多少钱？1块钱啊。看这里的红糖，这种都是我们这里的，就像那个肥皂一样，还有红枣，还有茶叶，都是佐料。现在去买一颗白菜就回去了，也不知道买些什么菜。这边还有好多人，太挤了现在。这个不知道买什么。我现在已经到半路了，为什么会气喘吁吁？刚才我朋友打电话叫我去超市帮他买一盘那个鸡蛋，这段时间鸡蛋便宜，然后那个鸡蛋没有提的，我又自己提了一些东西，现在我在半路上休息，我是捧着过来的，还有好长的路要走。就是这一盘鸡蛋还有我的东西，太累了，我歇一会儿再。我回来哦，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今天买的东西。我买了一点这个干辣椒，买了一个花卷，一个包子，今早不煮饭了，下午再煮，今早吃一个包子。还买了点这个干，是猪肝，是卤过的。买了一颗白菜，这是我朋友的鸡蛋，是7.9元。这些下面好像还有，买了3根人碎冰冰，9角钱一根，买了3根，我比较喜欢吃，等一下放在冰箱里面。这是我今早上剥好的那个毛豆还有辣椒，下午煮饭再煮了。其实买菜我感觉还是不太简单，因为平时就是在公司里面，在家里面都是公司里面的人买，然后在家里面是我妈他们买，自己去买就感觉不知道吃什么，菜比较多，但是因为自己不太会做比较复杂的，只能买颗白菜比较简单的，还有那个一般都是番茄之类的，还好每个人随便买一点就可以了。我要去休息一下了，下午再来煮饭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，拜拜，下次见。